相隔一年之后，我又来到了雾幻峡。那这里是沼户温泉侏儒 no you。 那去年的时候我们是搭船，但是没有来泡汤。然后它这边会有温泉神社的由来啊，都写得很清楚。那已经相隔一年再度造访，那我们要下去吃东西泡汤。